老婆，你帮我讲，干嘛呀？我们生个二胎吧。你疯了吧？生什么二胎？啊？好好突然想生二胎了，去年就跟我说了，我说不生不生，你还今天又来跟我说。我主要看了那个电视剧，现在又想生了。什么电视剧啊？不是就你说的那个，我去看了那个《以嫁之名》吗？以嫁人之名。对。嗯，我们这三个小孩有点孤孤零零的，后来在一起不是挺好的，互帮互助，对吧？嗯。你像浩浩他一个人，啊，我又是一个，等以后的话，他就更加没有亲戚了，就，嗯，对吧？像我现在都没办法，你像你家人生病了，你也没办法陪在旁边。对吧？你生一个就会相互可以照顾什么的。哎呀，这个我不想生啊。为什么？现在又还年轻。哈哈，你要不要一个妹妹啊？不要，我想要一个哥哥。那没办法。哎呦我的妈！哥哥妈妈就生不出来了。对啊。你要生也只能生个弟弟，要么妹妹，好不好？我就有哥哥，他喜欢哥哥。我不想生，你想想啊，今年疫情的原因是吧？我们生意差了那么多，经济来源都少了多少，再加上养个小孩要花多少钱，我们肯定要给他好的那个学习环境啊，学习氛围什么的，是吧？还有学习条件。你说去上那个好一点的小学啊，你还要托关系，还要花很多钱，养个小孩真的是要花不少钱呢、啊、穷有穷的养法，富有富的养法、啊、都养得活的，养是养得活啊，谁不知道，那谁不想往好的养啊，对吧？我肯定要往他尽我可能把他最好的给他呀。我生个二胎，我估计我们俩都自己养不活了。不生，养不起。不生就算了啊，就这样。